哎呀，拿去了。好了吧？你听听这个听的版本，就是稍微我唱的稍微高一点。召唤没有过的，我们过一过下方的召唤。还有一个版本是啥样的？我给你们唱一个版本吧。东山跋涉千里，追逐沿途的风景，还带着你的呼吸，真的难以忘记。这个是稍微高一点的，我来个稍微低一点的，就低一点嘛，就稍微深沉一点。过不去我们就不过，能过的话我们就过啊！我来一小段，现在有声音了哈。我又忘记怎么唱了。听闻远方有你，东山跋涉千里。追逐沿途的风景，还带着你的呼吸，真的难以忘记关于你的消息，陪你走过。我唱完我又忘记了怎么唱了。可不可以再？我忘记了呢，我忘记了。
等会儿再学学的，我就忘记了，学完我就忘了。我直播前我还录了呢，录完了我又忘了，有半个多小时就忘了，没影了。这幸亏我录音了，没有录音的话我都那个啥了，尴尬死了。学完了还自己说会了会了会了，学得快忘得也快。那可不，三师傅的四师傅的都学会了，就是那个什么学完了就忘了。慢慢学呗，我这也慢不了啊，就突然就学会了，完了就突然就忘了。唱的多好听，一会儿就忘了。唱的多好，哎，一唱就搬了稀碎。我们变成了世行，一唱就忘了。嗯，等我再熟悉熟悉，先不给你们唱了，给你们放个一下得了。嗯，喂，大家千万不要说，哎呀，这超过原唱也超过，每个人有自己的味道，我也是听人家唱的才好，千万不要去，我搁直播间，千万不要去贬低任何一个人，完了去抬高自己，那样事是不好的，会第一呢，会给人别人再带来这个就是很不好的印象，就是我们有自己就是翻唱歌是什么呢？歌是因为作词作曲或者人唱的好是一种欣赏人家，完了才去什么，歌是人家的啊，对，很容易得罪人，所以说是人家的好才去唱才去喜欢，不能说是哎你唱了就超越谁超越谁，各有各的喜欢，各有各的味道，可能我出的歌别人唱的也很好听啊，别人说哎呀比菲尔唱的好听，嗯，什么抹杀什么碾杀菲尔啊什么，就不一样的感觉，就是我们可以去骄傲的去说我们唱的很好听，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踩在别人的肩膀上说我们比他还要优秀。嗯，超越你就可以了。没有声音的话可以退出一下直播间再回来就有了。可能是微微卡住了。啊，有，丫头，我就不点歌了，攒着。哎呀，这歌这可以攒吗？行，我给你攒着。今天兄弟们都让着我，因为我没太好利索，我这还是有点鼻子不通气，有点哑。
这还能咋？能，你们都听你们的。这首歌上传酷狗吧。哎呀，对，我要跟大家说，好多的那个好多的歌是因为版权翻唱呀或者什么，很多的版权都会被下架的，它可能就是搜不到，好多的地方是搜不到。我听那个岁月哥说，网易云就一天下架了，我的可能我会的歌比较多，一天下架了100多首歌，因为版权的问题。现在版权问题是比较哎呀，桃丫头，这个我会，一会儿我给你唱哈，禅定哥，等我一小下下。啊，这是哪个？啊，那我把这个歌存一下啊，重命名。吓死我了！我的表情有点恐怖哈。其实我就是属于不太会表情管理，有一般的一般一会弄的，会弄那个表情管理什么的，人家都是不会把不好看的一面都会隐藏，我这一天。这歌叫什么了？我写歌名啊，听闻。听闻远方有个。像风走了万里，不问归期。我吹过你，吹过的风，这算不算相拥？我走过你走过的路，这算不算相逢？哎呀！哎呦，我在呢，我快手上开播了吗？没有，我不在别的平台开，我就在 YY 上开直播啊！不要上当受骗呀！你们可以看到，你们可以举报，或者是你告诉我，到时候我直接就举报，就直接可以封的。哎呀，好。对，陈天哥，你打完点滴了吗？痴情会带来伤痕。
是生病的人，你就能听歌，我就能唱歌，你说你多幸福，是不是？爱上不回家的人，爱上太浪漫的人，只能怪他太多情，爱上这样一个人，留恋他给的温存，谁让你一直痴情，唱歌的时候可温柔了，别有一番风味，你这是安慰我吗？鼻音还是挺重的，就一阵一阵的，就可能就是一唱歌倒都不过来气儿了，就是。现在好多了，我要是昨天唱的话，我都上不来气了。眼睛看着直看直播真累，那你不看直播那怎么整呀？喝水喝水。嗯，又一种感觉，平时的话还听不着这种鼻子不通气的歌呢。欢迎清晨哥，这什么歌啊？万水千山总是情，来点礼物行不行？换个歌，我不会唱呀。谢我们的好人哥送来的棒棒糖，真押韵哟。嗯呢，你这是打了几组啊？你还打？再说了，你这么晚还没点完呢？你这是几点过去的？一般我要是打那个就是打点滴，我都是在家打的比较多，我很少去医院的。现在只要是我能挺住的，我都不打那个点滴。点滴其实我觉得挺，怎么说呢？就打完了，整个人这胳膊都是胀的。你看我感冒也没，我也没有偷懒，我也坚持锻炼呢。像我们的华星，我不能被感冒打倒了，一切都要继续。这回我要坚持住，要不然我这体质会越来越弱。你要不锻炼，给我点个赞吧。我都觉得我自己。哎，我跟你讲哈，兄弟们，就是你鼻子不通气的时候，你在锻炼，你在蹦，真的就是跟那个要过去了一样。你想要解脱，看山间美丽的花朵，听听。我记得我还拍照片给你们瞅一眼，哎呀，我给你们瞅一眼，
感冒注意休息，就是就晚上的时候多喝水，多喝水就好了。我要看看啊。给你们，你带着胖去锻炼呀。我就在家，我不出去。现在我们这儿也不太不能乱出门一点，你们懂得。嗯，这咋的了，产地哥？你发的我没看懂呢。就是你锻炼，你鼻子不通气，你在锻炼的时候要科学锻炼，别越锻炼越啥，没有科学锻炼，非常的科学，科学的都不能再科学了。嗯，我们是绥化，离哈尔滨有100多公里的距离，但是我们这也比较严，被逮住了。嗯，一会儿我看啊。但是我出汗，我觉得我比一般出汗的第一段练的一般出汗的要多。我比较宅嘛，对，我比较宅。谢谢我修罗哥，我一出汗的时候就是真的，就这个衣服啊都是湿透的，就是衣服啊这脸呀、啊、就比较上头的那种，就是这个汗珠真的从脑瓜里边，就是从脑袋尖里边，这头发都是打绺的那种出汗，我就觉得就是脖子呀。就是全是汗呢，全是会湿透透的那种。有锁骨吗？没有。缺乏锻炼吗？就是我跟人家一样的锻炼，人家都不怎么出汗，我这汗都疏透了。这不是最汗最多的，汗最多的时候这都基本上都湿一半了。就是其实就是不扛锻炼，人家一锻炼都比较有韧性，我就对比较虚，我就是从一楼走到三楼我都感觉好累啊。就是所以说，就感冒也好，什么事儿也好，就一定要就是，我觉得锻炼还是挺重要的。就是锻炼之后，你就是去哪儿啊，走啊什么，真的会就不太累了，废了，不能废了。就我觉得应该我锻炼有一个月了吧，嗯，锻炼一个月自己能感觉出来，咋那么娇气？现在可以了，没有那么娇气了。我以前挺皮实的，就是可能天天窝家里边，完了休息，吃饭呀、睡眠呀什么的都不规律。其实不规律对人体是最大伤害的，必须要坚持。就是我感觉我自己的感觉，我锻炼有什么就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我觉得屁股翘了。因为我穿裤子跟以前我感觉那个就是摸自己摸着是不一样了。看看什么什么都想看，就免疫力这方面我感觉没有啥太大变化，又感冒了。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自己的那个体态可能就不一样了，可能锻炼的事儿长肉了呗。不是，就可能就是肉比较紧，比较紧致了。你不走两步。谢谢流浪猫哥。别再说你有点，我不是 S 型，我是属于 H 型的，从上到下都是直溜溜的。别再说你还很难。哎呀，禅念哥，你一天天你咋那么能脸呢？那么讨厌呢。罚款，动不动你就跑偏开车，要不就超速。好好跟你唠嗑，非得养傻子。
唱那个，这在我这都比较收敛了，在外边的话，估计都已经很不知道什么样了。一般那个，对，着急来了。一般兄弟姐妹，不管是谁，大哥呀、师傅呀，还有这个兄弟姐妹，其实在家的时候聊天，其实对，在外边就放飞自我了。其实在家的话，还比较正正经经、规规矩矩的。你等我下了直播，可能去旗下溜达呀什么的，哎，就不那样了。聊天那聊的可嗨了，那能飞，就是能飞180，他都得飞到280去。就跟那个小鸟关笼子里边，出哇就飞出来了，那放飞自我老开心了，就感觉我在我这可压抑了，完啥也不能说。欢迎高杰哥，高杰哥晚上好。抱一下高杰哥，高杰，我看我高杰哥来了，好像。谢谢广东佛山哥，谢谢我们的无奈哥。噔噔噔！咋又改名了呢？什么情况？是高姐哥吗？高姐哥把名字改了。像我的小骆驼，带你去看日不落。慌了，没认错吧？啊，那就是改名了。怎么又给赶脚了？是什么赶脚？改名都被我发现了，咱这门童比较有实力。那你以为这门童是白花钱来的吗？丫头，你适合开开车挺好的，不行，脸就红了，开不了。我就不是那种性格，就不是那种特别开放的性格。而且我这个人就脸就容易变脸，就是那种像你们说的，就是脸比就脾气比较酸。捏不好那个度，我告诉你，我就容易翻脸。对，我就其实这种性格是不好的，但是你说不行啊，这种性格这天生就这样，就拿捏不好就容易翻脸。所以说就尽量咱不翻脸，咱就不往那上说，就尽量不翻脸。谢谢我高杰哥。雪上雪亮恰恰，世上的人那么多，恰好是你恰恰。小高杰哥，心情好了可以随便说，心情好了也不可以随便说，有些话他就是不能说。啊，你这脖子那个这块咋的了？红了。谢我高杰哥，高杰哥加油！你脸皮太薄了，我要告诉你，我要脸皮厚啊！我都吃的老饱了，我自己知道。但是呢，我丫头我要下了。好的呢，哥，你是不是要打完点滴了？你回去的时候，这个啥，天冷了，你保护好自己，回去开车什么慢一点的，多喝点热水，绝对是没毛病。不能说治百病，但是绝对对身体有好处。就直来直去的，就我这种性格已经限制了我的发展。就是没办法，这性格就改变不了。有些人他就可以，就是说像你，像有些人就可以说台上做戏，台下做人。有的人能做到，有的人他就是做不到。说这个东西你别勉强我，勉强不来。但有的人能做到，有的人他就是做不到，但是瘦下来也会有的。对，他那个可能就是一发展，就什么样的性格，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发展。限制了我的发展，我的性格限制了我的发展，对，应该这么说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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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有，其实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你就这么唠嗑，你就那么唠嗑，你又不少块肉，是不是？但是不一样，你在我心里的印象，他永远他就是这样的性格了，他是改变不了的。印象是花多少钱都抹灭不了的，不是说你当时赚着钱了，你以后你赚不赚钱，你在我心里都是这样的。我不知道你们能懂我的意思不？除非那情商非常好的人，就是拿捏得非常好。我像我这种情商非常低的话，那个嘴是掉沟里去，我自己拿捏得不好。所以说，就尽量不要触碰这些东西，就做好自己，唱好自己的歌。谢谢高姐哥。你像有的主播就比较喜欢开玩笑聊天，但是大哥呀兄弟们呀就是非常也是开怀一笑，他也不是说定义这个人就不好，只是就是他这种性格就吃的比较开，就玩的比较好，像有些人呼呼啦啦的就那种感觉，就我可能自己就把自己就规划到这个圈子里，自己就不允许就自己迈出这个圈子。过年去东北玩，菲儿你招待我不？招待，带上嫂子啊，尽量就是一家都带上，要带上阿姨什么的，还有这叔叔啥都可以带上，绝对招待。你要自己来的话算了，你这自己的话，我们都东北，带小妹不行。你带一家的话，我绝对招待。你要是自己的话，主要是我们这边自己170多级了，我肯定也不划算的。所以说你要来的话，你就尽量带上嫂子啊，对，你就最好组团来，带上嫂子，带上叔叔，带上阿姨，咱去吃那个铁锅炖什么的，多点两个锅也划算呀。主要是你自己吃也不划算呀。全是硬色土豆块螺蛳粉，不是对对，螺蛳粉土豆土不是土豆叫什么了那个。好，一车七个人坑你一把，行，没关系，两车也不怕。骑上我的小骆驼，带你去喀尔普罗，不是那叫什么了，东北的硬菜，一个视频里边就是一盘土，一盘砖头，一盘螺丝，一盘铁丝儿，硬菜。就是其实我跟你讲，东北杀猪菜什么是正宗的东北杀猪菜，就是这边杀猪，这边剃毛，这边下锅，这边上桌，就这个就是吃的是特别正宗也特别好吃的。你在那个饭店吃，那些肉都是杀好几天了，要不就是冻过的那个肉，还有血肠都是隔了好多天，人不可能这边边杀边给你上，你饭店也准备，所以说吃的味道绝对是不一样的。谢谢雪花哥。盐水看看没有了，看看没了，到现在还有。那你稍微打得慢一点，打对那个血管，就那个血管什么心脏也什么的都不太好。我有一回告诉我消炎药吧还是什么药啊，不能打太快了，打太快了不好。还是还有一回告诉我什么药嘞，不能打太慢了，会一个半小时之内打完。有一回告诉我太快心脏受不了，反正我要是太快的话，我就觉得心难受，打一打针。你流口水了，那不至于。一打快的话会心脏不舒服，我就觉得不舒服。再一个就是这个手疼，血管从手到这个胳膊弯这块，这个到肩膀这一块都是胀着疼，而且你得有这个热水袋什么的，要不然疼，特别疼。他打点滴都打出结眼了，我手上扎，我打过最多的点滴就是手上扎的全是眼儿，都在脚上扎，脚背上扎着。
因为我手的话不好长，可能不然我还有血管就是比较深，也就俗说的那个人家的血管都长在这个肉外边皮里边，我这血管是长在肉里边。就不好扎，就是脚那个血管是最好扎的，两分钟就没了。那你多瞅着点，完了好叫护士啥的，别留号啊！兄弟们提醒着点，两分钟完了找我产地哥拔针什么的。肉多呗？不是，我这个手它就是那个血管就不在那个外边长着，就是你能可以带回蓝哥不一样，人家的那个血管就是凸出来的，我这血管它也不凸出来，就在里边的。啊，对对对，跟人家说跟干活有关系，就不出力不使劲儿，他就血管的话就没有那么绷绷着。啊啥啊新哥，刚出去得了十个金瓜，要不十个金瓜，金瓜是什么？什么是金瓜？欢迎我向石哥。哎呀，不挑食不挑食的，要要要，给多少拿多少，给多少要多少。看第二个，别别打过头了，打过头的话，那告诉你们，一拔针的时候。打过头一拔针的时候，到那倒不至于，就是哪块不好什么，一拔针的时候那血全是那个血，没有回血的情况下，它是那个点滴什么的，它那个点滴那个药水它看不出来，你要那个回血了之后，你一拔针它可血腥了。我就干过这事儿，就在那儿打打点滴，看点滴的睡着。都有经验吗？那经验都老丰富了。你要说谁就是大毛病咱没有，就是些小毛病，感冒啊点滴吃药这些技巧我都有，就尤其是吃面药，我就吃面药吃的够够的了，就是那个药就是中药不熬成那个汤药吗，直接就是把中药就是磨成粉去吃，一回吃这么一勺，一回吃这么一勺，真的没法吃。你都知道怎么吃吗？以前搁水冲，那可能死就是呛嗓子眼儿啊，吃一回吐一回，吃一回吐一回，完了之后那个到点拔针呀啊，陈宁哥，我下了，拜拜兄弟们。好的，陈宁哥拜拜，然后回去开车慢一点，戴好口罩啊。完了之后都怎么弄吗？吃蜂蜜，就是把蜂蜜两勺蜂蜜一勺药，没等药吃没吗，蜂蜜吃了两罐。胶囊也不行，胶囊吃多了我胃不好。哎呀，你根本那没有，我就告诉你就搁蜂蜜就好了，你把蜂蜜搁上，你搁一勺药，你搁两勺蜂蜜，它绝对一点都不苦，而且还保护胃。你就喝温水一顺，老好了。你搁那个胶囊，以前吃过那胶囊吃一回吐一回，吃一回吐一回，而且你一天要吃三顿的那个面子药，就是那个胶囊，你就在胃里边它消化可能就不太好，我胃就不好。我啥都吃过，那好难吃的药我都吃过。糖丸不行，你们说的是那种大丸子药，搓成丸的那种，完了一捏一捏吃不行。还有那种小颗粒那个丸吃噎挺，你就不敢什么的，把你所有药全搁水化开之后，完了你崴两勺蜂蜜，咔咔一嚼你就吃进去了。要不就你就搁面包夹上。你整块面包完了抹一层蜂蜜，抹一层药，完了你吃。这都是经验吗？要不就是你把蜂蜜和药整完了之后，你抹面包上，完了你再吃。三十个，谢谢我修罗哥，快拿小本本记上。像那种大药丸的药也是，你搁水化了之后也搁蜂蜜弄，就是
就是那个，就是有点费蜂蜜，就是你没等蜂蜜吃完了，你不是没等你药吃完的蜂蜜吃完了。你等好，一层牛肉一层药，那个没那么吃，面包吃过，因为这个嗓子眼咽不下去呀、啊。带着一身的，欢迎酒窝哥。我吃药可费劲了，就是一吃，尤其一吃面药和汤药就吐。现在基本上吃药已经练出来了，吃什么药都没有问题了，都不用那个什么了。不用，就是吃蜂蜜也能吃进去。像那种汤，就是那种汤药自己熬的之后，很多不有那个渣，就是碎渣子嘛，就是自己都使那个就是医用棉布，是不是？都家里边都弄过汤药什么吗？我告诉你个招儿，不有那个医用棉布吗？医用棉布就是不有那个漏，就是那个眼儿非常粗。你别使那个，你使什么呢？你使那个就是蒸饺子那个罩梁去捞那个汤药，完了之后你捞完那个渣之后呢，完了你再拿一个，就是女孩子不都有那个洗脸巾吗？你把洗脸巾搁在那个捞饺子那个罩梁上，完了你再倒汤药，你下边再搁个罐，它就没有渣了。谢谢我相识哥，你有汤药一旦有渣你就咽不下去，就容易吐。以后不能吃面包了，有酵母不好的。那吃馒头，这个只是我自己吃药方式。谢我相识哥，捏鼻子不行，那不行，整不进去。我曾经可不是那可不是嘛，就喝完药咔把嘴一捂，从鼻子里面都冒出药了。不行，那可别整，整的我呛的我咳嗽都有一个来小时。我这比较狠，因为我怕吐，就把嘴捂上了，从鼻子里边出。我啥药都吃过，老苦了。哎呀，就因为一吃药就呕呕的。所以以后你千万不要吃完药去捂嘴。哎呀妈，你老遭罪了。嘴到洗手间再吐，完了没控制住从鼻子里边出。我告诉你，真的有啥必有毛病，就是有病确实挺难受的。咱真有啥说啥，有病确实有挺难受的。欢迎钟情先生，谢谢我雪花哥，我来个歌啦，都半天没唱歌啦。蒙古大夫，我昨天休息了，谢谢我阿星哥。嗯，金的啊，这个就是金的。唠半天了，我们唱唱歌。夜深的时候来，遇到了美丽的她，温柔的她有美丽长发，她眼睛会说话。就在那后海的酒吧里，情人们说着情话，我躲在角落里一个人虚度着爱情年华。相信这就是缘分吧，不是那古老神话。浪漫的呀，你抱着我心爱的他，很想去听听他的想法，今晚我带他回家，就在后海酒吧。
深的时候来到酒吧，遇到了美丽的她，温柔的她，美丽长发，她眼睛会说话。就在那后海的酒吧里，情人们说着情话，我躲在角落里一个人虚度着爱情年华。浪漫有着我心爱的他，我相信这就是缘分啊，不是那古老神话。浪漫的后海酒吧有着我心爱的他，很想去听听想法，今晚我带他回家，就在后海酒吧。小东听歌，谢谢我七七。现在钟情歌的妙子。掉价了呢，2000多了呢，我这不买贵了吗？不是那古老神话，浪漫的后海酒吧，有着我心爱的他，很想去听听他的想法。今晚我带他回家，就在后海酒吧。谢谢我向石哥，谢谢我们开心哥，也谢谢我们的寨哥，还有我啊雪花哥，谢海阔天空哥，还有我龙华哥，以及我们的冬听哥。我可能这两天唱歌都是闷闷的，不是麦克风的原因，是我那个鼻子不太通气。他有问的我怎么了，我没有啥的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就是有一点点伤风，可能没太好利索，但是比昨天好多了。谢谢关心。不要担心，我还是那个小强。上面不是写着周三周四休息吗？特殊，因为31号的时候我就休息一天，我2号又休息一天，所以那个周三周四我就是要是能播的话，我尽量还是播，因为给大家就是这一周的话就耽误了好几天，我再休息2天的话，就是大家这一周都没看我几天，就串一串休息日。对的，这昨天的话就实在是不能播了，就比较难受，今天的话还好，不好意思，感冒好到95%了，差不多了，等估计明天我估计就差不多就完全好了。谢谢我们的声远哥，谢谢我们的 Holiday 调休。那东西是死的，人不是活的吗？你明天再休息一天吧，腿哥，我应该没啥，我今天都已经好的差不太多了，听着就好的很好了，就是唱歌就是太快的歌，像那个在劫难逃啊DJ 版的歌，我就可能就是气儿就有点攻得不太上，因为词儿多，我这个嘴喘气儿有点倒饬不过来。来一首最火热的《恋曲1990》，那不是最火热的，那是我唱的最好听的一首歌。那个时候前2年的时候唱着比较火，人家说了这首伤感的歌你怎么唱得这么开心啊，以后你周五周六播2天就行了。哎呀妈，那咱家人不得上房啊。
那薅着我头发的话，一人薅一根的话，都给我薅秃了头。但是呢，我就是什么呢？不，是我师傅来了吗？欢迎师傅！我要是生病了，我就不像以前那么挺了，我就该休息，我就休息，我也得好好的这个，好好的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稍微的养一养，嗓子呀、身体啊什么的也调整调整，就不像以前那么使劲的，就是使劲的熬，使劲的就是挺，自己生病了也挺什么，现在就可能就是，稍微呢就是也是慢慢恢复嘛，就是本身我自己的体质不太好，再锻炼呀，完了再休息休息的稍微就是早一点什么的，就这样就慢慢调整一下就好了，就已经很好了。师傅晚上好，你徒弟都感冒好几天了。1990，想你想的都感冒了，师傅。对，慢慢调整，就休息什么的。你要让我不唱歌不直播吧，那我不可能呀，我感觉还缺点啥呢。先给我们的钟情哥来一小段，哎呀，不是，来首歌。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容，
心，也谢谢我们的云云哥，还有富哥，谢谢酒窝哥，也谢谢我们的过往，烟云哥，谢谢我们的奥利给，还有龙华哥，谢谢钟情哥，谢谢我相识哥。当当，中一个就五千，嘴唇干了吗？嗯，哎呀，你们观察的太仔细了，我再喝点水。哎呀，我看见师傅中独角兽了，快了。哎呀，红尘来去一场梦，好听。烈焰魔龙快来了，魔龙魔龙在哪里？我看师傅中了好几个独角兽和那个龙，哎呀，给我整的都可紧张了。祝师傅中中中中中！师傅来首这个温柔一点的，今天太快的歌我有点唱不太动。师傅，一会儿给师傅来首最爱的歌。师傅加油，兄弟们加油。走过千山，经历多少的风霜，才能够回到你的身旁？等待的容颜是否依然没有改变？迎接我一身仆仆风尘，等待我的人是否还坐在窗前？带几行清泪并肩成河，是否还依然在门前挂一盏小灯，牵引我回到你身在梦里浮沉，不敢问
一起，只有月色依旧如从前。歌名叫《明月夜》，谢我相识哥还有生哥，谢谢，谢我原野哥，让我原野哥破费了，谢谢我们的龙马哥。今天咱们直播不太晚，就播到十点。欢迎方蛋哥，播到十点我就早点下去休息。疯了疯了，不行，现在已经废了废了。不到十点啊。嗯哼。哎呀，这两天给我的画面太多了，我有一点都不好意思了。我的抖音从136多，现在都给我呼呼啦啦的给我整到了，不对，300多，给我整到370多了。我看现在多少了，我就莫名的感觉呼呼的涨粉啊。哎呀，我不想要夜度啊，非得给我整。我瞅瞅涨多少啊，呼呼的呢。我今天这两天我没有发作品什么的。372.1了，那个时候我记着还是36万呢。嗯哼，可不嘛，是我没事总研究我，你说研究我干啥，你都给我研究涨粉了。一门往那儿导流呢，你我在 YY 直播。都老力头惹的祸，应该他直播的时候，好多兄弟们说直播的时候应该是提我说说说我了吧，说什么的，开玩笑呗。老塔说要你，他要签约我是吗？没有，我到时候我问问他。他说要收购你，整岔去了吧？明明说好我收购五弟的，有一半股份是我的，不知道吗？真能闹，你问问他是不是一半的股份是我的。就一说一笑，大家什么事都不要去当真。我要是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会在直播间宣布的。完了，外边嘛，就有的可能传传这个呀，传传那个，我自己都没有确定的，他们都感觉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哎呀，又说给我这个啦，又去我去那个了，我又跟这个合作了，我又去跟这个呢。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说说也挺好的，要不然都把我忘记了，说去吧。就像我之前似的，就像我之前就是没有自己到期了之后，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工会的时候，自己做工会，好多兄弟不同意。现在慢慢的话也同意了嘛，这不也挺好的嘛。免费的宣传，哎呀，可不嘛，都轰，这家都给我轰动了。有的说我要去抖音，有的说我不能去，有的说工会在这儿，他不能走，他要是走的话，就得这什么什么，就跟那谁一样的。还有人呢，就可能上新闻了，还有人问我，你工会要卖呀？那意思要卖给他？我都不知道，我都无语了。他问我两回，我第一回我已经回我说不卖，我说我不差那点工会的卖工会的钱。
我不看呀，他们那个什么，他们是那个是那个跟我说谈什么买工会啥的，给我截图，完了截图，我说谁说我都不知道，我说我也不看这些东西。谢谢谢谢师傅，他又来了。其实可能就是说，可能就是害怕把我遗忘，没事的话就可能提提我呀，说说我呀什么的。嗯，这我工会的话也不可能卖，就是不管我留与否的话，我工会都不会卖的。就所以说，就是说想惦记我工会的话，就不用惦记了。值不值钱呢？是我的事儿。嗯，就说我走了，工会又不值钱了。你现在卖值钱，你走了以后你再卖就不值钱了。你放心，我不可能卖，我宁可黄了我都不会卖。嗯，所以说吧，也不要说好多人来，就是这个也问我，那个也问我，其实我都不愿意回答的。还有一些人呢，不问我就在直播间自己在那说，我就觉得很可笑。你要走官方会打压工会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就是你要是这样整的话，就歪歪也跟黄了差不多了。我自己都没有决定的事情，就好多人都已经就是板上都说了，给丫头这个钱啊，不是给丫头啊，这丫头是咱自己给菲儿这些钱啊，跟官方又闹崩了，又什么的话，这什么什么多少钱的什么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就说给200多，我说那你抬举了，官方还真没给那么多。你应该播了很久了吧？我播了，我签了2个金牌了，在 YY。嗯，钟情哥是哪里的？是从哪里看到我的？是从外平台开视频吗？步兵哪来的新闻呀？其实说说也挺好的。还有说1000万你都没有答应吗？这个事儿是有的，确实有给1000的，没有同意。七彩到什么时候都是七彩，不可能改名的。噔噔噔噔，去哪里自己干，千万不要签别人呢。这个怎么说呢？其实我跟你讲哈，这个东西，你看就是，你看你是怎么想？你想最大利益化呢，还是怎么样的？这些东西其实我告诉你，其实考虑了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听说官方给你个亿，干啥呀？我骨头渣卖我都不值，那不可能。我是在抖音看到你的，哦，那我直播间没有华子，我告诉你，哎呀，喝呛着了。我们这边没有华，哎呦，嘉年华吗？没有，哎呦，蛋糕里面有嘉年华，那边有华子，我们这边没有。自己当老板不香吗？其实这个东西我告诉你，其实你留在外位也好，去外站也好，其实我面临的问题还是挺多的，但是呢最终绝对决定的呢是我的，就是你别人再怎么研究的话，你只是去研究和可能去看，最终决定的呢还是我自己，就是好与不好呢也是我自己想的。我虽然说不是一个特别智商就是特别特别高还有特别聪明，但是我也不傻，很多问题我都是自己很清楚的。我想发展成什么样，我想走什么样的路，就是很多说觉得很多的游客呀，哎呀游客他这么走那么走那么走，完了很多的主播就是八卦去研究你这么走这么走那么走，其实我告诉你最明白的是自己，你别人再怎么说他只是跟你去就是揣测你好或什么也好，其实你真正你想走到哪一步，想发展成什么样，其实你自己的规划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，要比谁都有数。就像你唱歌一样，哎，这个高音能不能唱，这个低音能不能唱，都是他自己心里有数的。啊，我打印叫我下载西瓜视频，西瓜视频又看到你，哎，西瓜视频的话是不是跟那个什么是一样的，是一家的呀？能给个 U 盘不？还有2集，我看看，心如金水哥应该是12集的话就可以领 U 盘了。嗯，是对，是一家的，那个就是一家的。那是一个建议吗？对呀，有好多人说，就像我现在的直播，很多说菲儿你再会说一说，会舔一舔，你的榜很高。哎，我也知道啊，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呀。
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一个道理，就是很多人会觉得，哎，他可以，就是他可以很红，他为什么没红呢？他可以，就是他为什么啥也不是，他就红了呢？就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于自己的。其实我觉得，我就觉得我。我就是一个就很平平淡淡、很平平常常的一个人，我觉得我其实真的就不值得，就是去关注的那一个人。但是往往就很多人去关注我，其实我还是挺开心的。其实我其实挺开心的，就是会受到关注啊，真的就受到关注。有人认同你，有人不认同你，起码他是关注到了你。和他一样倔吗？大一不一样的，大一的话就是比较痴迷于唱歌，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就是很认真的那种直播唱歌的，就我俩比较挺相似的，就像你做什么事情，你的目的和精神，他那个领域是什么，他想要是什么。你就在 YY 直播，外战都是视频啊，是的，外战都是基本上视频。我们家基本上80%都是从看视频来看到我 YY 的。不抽了，赔了，师傅，官方有点过分了。街头街头的长发，如果有一天我已白了头发。我在3年前就看到你微信上发你的视频。恋曲1990，整个微信里都发你的作品。钟情哥，那咱俩都没有微信啊，我想看看你的微信里面有没有我。其实有的时候就很多人评价就是那个老李哈，就觉得他其实这个不好那个不好。其实有的时候你们换位思考一下，就是你就觉得他好不好？我没有说他人不好，也不是说让每个人必须要认可一个人。有的人就比较招人喜欢，有的人呢他就不招人喜欢。就是，你涉及到别人的什么利益的时候，可能就可能就不太喜欢他，或者是伤害到你，就是某些语言伤害到你的话，他就不太喜欢，就不太喜欢。就有的时候可能就看到心里去了，走到心里，哎，觉得他比较认可呀，比较什么，比较还好一点什么的。其实我这个人比较念情的一个人，就是不管到啥时候，我今天虽然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个平台了哈，不是一个平台，但是我从怎么说呢？我从起步 YY 的时候，我连的第一个大主播，真的就是他。他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在他的直播间点了不少的关注。虽然说我不是他公会的人，我也没有进入到五帝啊什么的，我自己也成立了自己。但是我这一点情谊的话，我还是记得的。到什么时候，我也不会说啊，我去说什么呀？反正我不会去的，宝贝儿。我俩没有谈过这些事情，人家只不过是当把妹妹一样，可能会带一句呀什么的，就是像好朋友。你要是不好的朋友的话，可能连嘴上提也不会提，可能连名都不，就直接可能一个代号就过去了，就不会去说任何。因为可能我觉得，就是他是，就是可能在 YY 这个是我的一个转折点吧。有好多兄弟们都是那个啥。你说的是五弟的五弟力哥吗？我最初来到 YY 的时候就是跟他连的麦，虽然说那个时候说是连麦要刷礼物啊，刷礼物呀什么的，但是我觉得有的，虽然说咱也是刷礼物去连的麦哈，但是也是咱的这个确实有实力，但是确实也是好多的那个五弟的兄弟们给我点了关注，这都是事实啊，这都是事实，所以说，不管你是现实也好，是网络好，你得念着一份情。呀，酒窝哥中奖了！
我刚开始没有直播的时候，我就看过他直播，因为那个时候刚进来 YY 的时候，其实没有多少人的，那个没有多少主播的，那个时候主播就是其实挺火的。我看过谁呢？我其实好像第一个直播间应该就是力哥的直播间，完了可能看过赵小磊呀、啊，还看过谁了？还那个时候还看过。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，也是个女的。那个时候可能是有推荐呀，不有什么，反正一进来就是她那个直播间。那个时候，完了之后看她直播，完了看到就是以前那个481的公会委决也完在那挂，可能就是加上了好友呀什么的。完了可能完了就开直播了，就这样。你给你大师傅来首歌，嗯，来来来，不白活了，一会儿再说。再给我师傅来个过客。不是夏可可，哎，我那个时候我没直播的时候也见到过他，好像我忘记了，我是直播之前认识的还是直播之后认识的？好像是我，好像我记得好像叫熊孩子，我有点记不住了，反正挺可爱的，但是我好久没有见到他直播了，因为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是他们家直播间的守护特别多，龙眼。龙眼是我没接触 YY 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他，就看过他的视频，但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接触过，就好多年前了啊。嗯，今天的过客是不是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哟？谢谢钟情哥。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什么什么一姐呀、啊、什么的，我就有点忘记了，因为时间太长了，我这人记性吧记得也不是特别牢，就力哥记得特别清楚，因为他还不是我还不是那个啥，说呀说的比唱的好了，那不行，那我也给我师傅唱一个，可能唱的就是可能有点那个啥不太通气儿，这不太完美，有可能就是鼻子有点愣愣的，我师傅心疼我，那不行，我也要给我师傅唱一个。我师傅就现在太忙了，竞标成功了都拿下来了，嗯，现在也比较忙的，我就给我师傅多唱两首歌。只要真心爱着，就能够经得起风吹又风。当你说厌倦这种生活，誓言变成泡沫。当初我义无反顾的执着，换来你不露痕迹的洒脱。人总是在痛过后懂得，爱错人最难过。原来你只是一个过客，从我世界路过。我在你心。师傅要出帝王套呢，又出了一个灯火。
在懂过后懂得爱错人最难过。唱的太好听了，谢谢啊，妙赞妙赞，谢谢师傅送来的万元榜，谢谢师傅，让师傅有破费。谢谢龙华哥，谢谢兄弟们。有兄弟们，你有钱五弟，你们说啥都信。我告诉你，从我嘴里说出来那是200%的准确，在他嘴里说出来的，我告诉你100%他不可信。你信他？感谢一毛打的兄弟们，谢谢。我看师傅中了，谢谢师傅，谢我们的寒夜孤星哥。今天让师傅回来，估计今天师傅可能有点亏了。赚了吗？这个不是赚了，可能那个啥有点亏了，那个龙有点亏了，好像。谢谢师傅送来的望月榜八卦嘛，八卦，你指定是要八卦的呀，就指定要八卦的。我好像在直播间都说过好多回了吧，就是。就要说好多回呀、啊，什么七彩呀、啊，什么七彩，我是不可能卖的，我也不可能加入谁家的。再说了，他购物号都不上我这来给我刷，那可能吗？你要说上我这夸夸给我刷了10多万块钱呀，或者怎么地的，在直播间可能说说唠唠嗑什么的，哎，那可能八成有点戏什么的。哎，你说你直播间也没来过，也没给我刷过，就嘴上一说你们就信。我还要说那啥呢，有我股份呢，你们信吗？你们也不可能信啊。人家就是想整个热度，完了让你们讲一讲，完了导导流什么的。
人是刷礼物，还你还理解成刷10万块钱就去，1000万我都没去，那10万你能塞我脑袋多大包啊？不是老李头靠不靠谱？他这个人其实挺靠谱的，嗯，还行。那不是这个东西签约不是说靠不靠谱的问题。信的话就是没脑子咯，也不一定，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。有的人可能觉得就是1+1=2呗，可能估计也没准啊。咋啦？没有，10年前看过呗。你可得了吧，我才直播7年多，我还不到7年半，我还不到8年呢。人家老李就说了一句可能去。哦，人家就说了可能去，完了就是又添油加醋了呗，就是咱们这个小伙伴们。你正常正常，嗯，就像我聊天的话，别人跟我说啥，我也会添油加醋的说。那你那网络嘛，不就这样嘛，就是说说笑笑闹闹什么的，只要不过分，就是没事聊聊天调调侃，这都属于正常。欢迎我紫金哥，谢谢，谢谢兄弟们。背叛了平台，这个东西不能说是背叛平台。你为什么要说背叛平台呢？我告诉你，一个人要是不伤心的话，他应该是很有韧劲儿的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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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我看我看起来，笑着笑着你在。很多很多兄弟们就是，其实这一点哈，不管是说是说力哥也好，是说这个主播也好，那个主播也好，你说这个名声又不好，那个人又不好，咱没有见过，咱们一听就好了，我们不跟风。就不管咱是网络这一块，是说明星也好，是说网红也好，是说大哥也好，说咱没见过，也没有见证过，也没有看见过，人家说什么就让他们说，咱们没见到过，也没接触过，也不知道事实是什么样。就像你，就像咱家看那个，咱们看那个新闻一样，你看这个视频，可能就这老太太倒了，完这个小姑娘在旁边呢，那就是小姑娘推的吗？也不一定，可能每个人处理的方式，有人让人舒服，有人让人不舒服。啊，哪儿也别去了，来我这儿搬砖吧。真的呀，师傅。就是咱家的兄弟也好，我也呼吁所有的这个广大的网友好，我们要有自己的这个定义。自己的定义和自己的三观，不要被锁，就是这个人说，就是所谓动力，我们要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，不要被别人去左右三观，而且我们要一定要三观一定要正。师傅，我们去。师傅，你要不你别雇人了，我带他们去给你搬砖吧。师傅，我是包工头，我负责指挥，他们负责水泥，完了有扔砖的，有砌砖的。嗯，还有木匠、钢筋工，要啥有啥，铲车、平车、小推车。那师傅的砖不得碎一地呀、啊？真能闹！我也是干过瓦匠的。小小的那千米顶，连海风都觉得浪漫。Come on, come on, 快起来！耗子干过钢筋工吗？我忘记了，他好像也干过工地，我就知道他好像开过出租车什么的。耗子开车还行，他开过车我知道。他给你当司机吧。我说你就在办公室就行了，什么收钱呢，什么付账啊，什么签合同啊，这事我来，你就坐在办公室，风吹不着，雨晒不着，一切都我给你负责，你指挥我就行。你破产了是啥呀？
拉倒吧，那你的意思我指挥就不行呗？你想说安排啥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这一块稍稍懂那么一小奶奶。我会挖煤，挖煤挖我那我不会呀、啊、那个我不会呀、啊、钱被你收跑了，只管收不管付。那我估计那样的话我多半我这辈子是废了，咱不能干点事儿，那后半生不毁了吗？谢我们的海叶孤星哥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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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扬沙子的吧？那工地你那得有铲扬沙子的吧？那个铲车扬，我给你搁铲车扬沙子，师傅。一锹一锹的，我也看过，一锹锹搓，那太累了。咱整个小翻斗车搓沙子，那个快还多还不累。阳光沐浴的心快，你算账你算账，谁跟你去啊？得赔死，谁跟我去啊？到时我带会计去呗，我自己算账我指定算不好呀。五个字你都整不明白，你还合同呢？嘿呦，合同一点都不含糊了。你还是直播吧，我直播挖奖。没事，咱不影响直播师傅，我还能唱歌。不行，实在不行，我上工地唱去。我还给你搬砖去，师傅。我边搬砖我边唱，嘿吼嘿嘿嘿呦嘿。一点都不耽误工地户外直播，咱戴个安全帽什么的。其他估计你也整不了啊。我就吹吹还好，我其实我真不会整，师傅。那谁还有心情干活啊？那指定得干呢，不干的罚他呀，扣工资。上班搬砖还带溜号的，完了我一在这 one two three go 砖就飞起来了，一二三飞，往上扔。你工资给我刷了，那有可能，这个差不多有可能。这个差不多，这个有可能。飞哪儿去了？搬砖往上飞呀！你这来回撇砖，我也不知道咋飞那玩意儿，工地没见过呀。我就搁家搬过砖头什么的，自己家。谢谢流浪猫哥，你真白，我可黑了，嘿呦嘿嘿嘿呦嘿。现在搬砖有叉车，你有叉车，你不得往车上装吗？那我那个不知道，那砖不是一块块的搬吗？它怎么叉车就能叉跑了吗？这个玩意儿。我就知道那个砖它有个钳子，它那个一块一个钳子可以夹三块砖还是四块砖了，我印象。我们现在这都有机器人了，那没见过，那都好多年前了，我见过。像我们的寒夜孤星哥，那主要咱也没进去过，也没有机会进去看呢。那种场面你就可能泄露啥人家隐私吧，他也不让我进呢。
就可能盖的结构啥的有不能泄露啊，我也不让我呢，我想进他也不让我进呢，我也看不着他长怎么搬的呀，可能会有技术工种啥的吧。现在工地砖是一件一件的，不是一块一块的。哎呀，那我那个啥了，那我可能叫什么了？没啥见识吧？我都是一块一块搬的啊。你没见过一堆搬的、啊。你去师傅工地，那工人都得把你赶走，咋的？你一直播，他们的生活啊，这生活费都赚走，那不能。因为我们家干那个，就是可能就一四轮子，最早以前呢，就是搁四轮子拉回来那个砖，完了之后就有那钳子一块一块的就拿下来了。完了之后再一块一块的就整个小车再运院里边，完了再盖什么的那种的。那你说那个铲车咱也真没见过，那个捆砖还能捆呢，我都没见过砖能捆呢。菜是拿菜我知道是能捆，钢筋能捆，砖那一块一块还能捆吗？那这个没见过。就有一天我上农村那个上下屯的时候，就以前就是什么呢，就那一捆一捆的那个一捆一捆那个叫什么了，就是那个烧火的那个苞米杆儿，我说这个大地里边我都不知道那玩意儿是啥玩意儿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它是有印象，那时候是一捆一捆的，完了之后现在是一对一对一对对，整的可板正了。它捆的。对对，不叫玉米杆，叫苞米杆子，我们那块叫苞米杆子。我染口气，但是我在我印象里边，就是小时候嘛，它都是一捆一捆的，完了放倒，完了捆完之后搁车再运回来，但是那个时候我在我印象小的时候就挺容易着火的，那个时候因为家那个柴火吧都在房旁边，要不就在门口，离这都不远。我一下屯那时候我就把人家柴火垛咔咔全踏平，就上去蹦去，那比那跟那个蹦弹簧床似的。一下屯就是什么前面节奏呢，一下屯先高兴后哭，就是先可劲儿高兴完了之后回家就一顿揍。就是先喜后悲的那种，太淘了。其实现在想想就真的可想回到以前了，以前可开心了，那种真的就是那个时候，哎呀，一天冻的那个手透红透红的，完了就是搓呀什么的。现在可能也不会有那种，就是现在的冷跟那种感觉不一样了，冻透红透红的。完了进屋可能会有什么糊的那个苞米呀，还有土豆啊什么的。完了边还特别烫，还特别那啥的，还边吃那嘴吃的都黢黑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小时候真的就像那句话说的，小时候很想长大，但长大呢就特别想回到小的时候。我想吃，我现在可想吃，一到冬天我就想吃那个，就是以前我自己家在屯子住那个房子的时候，有一个烧的那个锅炉，那个叫炉盖子。你们懂吗？就是炉盖子一圈一圈的那个套的，一圈一圈的，完现在可能会是那种一片一片的，或者是一个大盖的那种，现在都是那种就是那种不是那样式的了，就那样我也说不出来是哪样式的。完了顶上，你顶上之后呢，你把那个土豆切好了搁顶上，完了就要不就呢，就底下都会有那一条一条的叫炉篦子，完了之后呢把土豆放进去，没事你就勾两下，它这个炭火就往下掉，没事你就勾两下，完了那个一会儿呢，半个多小时一个俩小时呢，那土豆就糊了。再一种呢，就是你把土豆放在炉子上，完了扣上，把那个灰
盖在那个土豆上，完了再你再扣个盆儿。哎呀，这都奶老糟了！您我看您扣盆儿，我也扣盆儿。您扣是破盆儿，我扣的是好盆儿。就是我就是模仿能力特别强，从小就比较好奇，人家干啥我跟着学啥。但是我那把好盆儿给抠漏了。烤地瓜，现在不有那烤地瓜，使那个微波不是微波炉，烤箱可以烤土豆，可以烤那个啥，真的不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了。因为我们家是种葱的，种葱呀，有葱啊，有蒜苗呀，萝卜菜呀，白菜呀。我告诉你，你把那个土豆呼上之后呢，你就薅一根葱。完了，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呢？有那个农村那个下那个酱，你去崴一勺酱搁碗里，完了拿在那个我们那个温室大棚里边，完了你把那个葱薅一个，完正常的葱的话会有那个大鼻涕，你把那个鼻涕甩了，或者你不吃那个葱白，完了之后你蘸那个酱吃一口，完了你再吃一口土豆，老香了，现在没有了。你们体会不到那种，就那种快乐和那种幸福的感觉。那烤全羊，那生活没有那么啥，这生活上，那生活那不行，我那个没有那生活条件，那个时候没有烤全羊，那没有烤肉的呀，可以烤鸡蛋，但是。坚定吃过瘾。那时候想法跟现在不一样，那个时候除了吃就是玩啊，那没别的呀。三句不离吃的人，我告诉你这种人特别，我告诉你这种人你放心的去教他，绝对不会害你。我告诉你张嘴就是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人，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少教，张嘴就是吃的人绝对好教。但我这种吃真的就是不是故意的，就去说吃，就不知道怎么就拐上，就是吃，就是你吃的小时候的东西或者什么东西，我就特别愿意分享我吃的是什么。可能有的时候你们觉得可能有点埋汰吃的那些玩意儿，但是确实我就吃过的，就那个土豆可能都不洗，就直接扒了皮儿就吃，可能吃了一嘴全是那个炭，就是那煤渣子，不是那叫什么了，就木头渣子那个灰叶什么的。但是我觉得也不难吃啊，我也不知道埋汰呀，那个时候你现在吃我也能吃进去，但你手却黑吃的，完了吃的这个嘴这个地方，从这块到这一块全是却黑的，但是那时候不觉得埋汰呀。啊，一样的，就可能我就害怕有的人有洁癖，你一说这么黑那么黑你还吃，你这人就一点都不知道赶紧埋汰。但那个时候就真的就那样，一样的，那就行，那你别想我，就一说你吃的太恶心了，你什么？就像掉地下东西啊，烧饼啊什么的，现在可能掉地下咱有的是肉啊，掉地下不要，那个时候你掉个地下烧饼啊馒头啊，你不捡起来吃都不行，你把外面的皮儿扒了都得接着吃。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洗，就像吃葱啊吃什么呢，都葱都不洗，直接就薅过来就咔咔一把皮儿，外边皮儿一扒完你就蘸酱吃。因为那个葱什么都不打，也没有化肥，也没有啥，就是浇水。我们那个时候的葱是搁什么用的呢，就是一层板子一层塑料布，完了再搁上那个就是碎末，就是叫什么碎末，就是木头的那个碎末，它不是那种泥巴的，不是土的碎末，掏出来的那个须儿呢是白的，就是胡子是白的，就根本就一点不埋汰。水呢就是咱们家那个自来水，没了啥都没有，就特别的干净。你经历过吗？嗯呢，我妈从小就是我妈挺苦的，我就在我印象里边我妈是最苦的一个人。我妈那个时候在我印象里就是我睡觉呢我妈还在干活，我醒了我妈还在干活。那我爸呢，就是我印象里边我睡觉呢我爸领我进屋睡觉，我醒了呢我爸还睡觉呢。这是真事哈，但是我爸就是可能干活，就是可能就是睡觉比较比我妈比较勤快一点，就我妈干活多一点，但是力气活还是我爸干，就是比较细腻的活是我妈干。就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家的生活从小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可能哎呀，你带那个带圆圆进屋睡觉去吧，啊，给送屋去，完了出来干活什么的，我完了我也睡着了，我爸也睡着了。
然后我妈就在外边干干干干，咋还没来呢？一进屋，哎，俩人都睡着了。反正我家就是这样的。完了之后，你就一顿怼过，起来干活去。就是在我印象里边，就是可能我9点来钟，可能8点来钟，冬天的时候，那大冬天睡觉了，等你就是可能到半夜了，我妈还没睡觉呢，还搁那忙活那个葱啊什么，就是往上栽呀、啊、浇水啊什么的呢，一块一块的弄。就我妈那个手啊还有脚啊，这风湿都比较严重，那个时候坐老病了。现在我觉得我挺幸福的，我妈干的活其实挺多的。我妈是那种就是比较恨活的那种，有活不睡觉我都得干好的那种，我不行，我困了我就得睡。但是就分什么，你要说有歌，我要想学会这歌，我这一宿都不睡，我得把歌学好了。你要说是你说洗碗，那碗我不使我都不带洗的。就是可能就是努力的方向不太一样，就是可能就是不一样，就是我就属于比较懒的那种。从小我妈就说我，你说你这懒，你太懒了，不利索的，就是尤其是刷碗。一刷碗就把那个碗啊筷子啊都打了，打了之后吧，我就偷摸就扔了。你就我们家的碗和筷子吧，越使越少，越使越少，使使没了都。你说使这玩意都使哪儿去了？你一刷碗我还指定给你造两个，一刷碗指定给你造两个，使使就使丢了，就不知道哪儿了。我妈就年年的买筷子，年年的买碗和盘子，哎就不见多，碗架里还是那几个。你是东北哪里的？我们黑龙江的。哎呀，不给你们讲故事了，我也早些休息了，我再洗洗脸，洗洗脸，泡泡脚，敷个面膜，又得将近12点能睡着了。嗯，好不得。哎呀，我怎么现在都已经十点半了，我就觉得时间跟你们唠嗑过得可快了。你们喜欢听我唠嗑吗？我一唠没完了。谢谢我阿星哥。行，你还知道偷着扔。那你回来，你不偷着扔，你回来不得耐说吗？其实那个时候，其实我现在想想挺有意思的。就那个时候你不扔的话，你回不耐说吗？你看不着，你不就不耐说了吗？就是，其实也就是分享一下我们的自己的生活。但是你让我说一些华丽的语言、华丽的祝福啊，我还真不太会说。就这一点特别笨。惯翻了，哎呀，在我印象里边都，哎呀，都有几十个碗吧。你适合用细铁，用铁盆，铁盆也漏啊。暴露年龄了，本来咱年龄也不是特别小了，但是也没有多大啊。嗯，但不能跟你说多大，现在没有人知道我多大，都不知道是真的，你们看到的也不是真的。18吗？心理年龄是18。我告诉你，心理年龄，我觉得我的智商就是停留在18、19的那种感觉，我的一点就是岁数长，智商不长。我妈说我。就是人家跟你年龄长长心眼儿，我就是心眼儿不长，啥都长。但这两年好了，这两年可能有点心眼儿了。虽然说我不是特别的聪明，但是我还行，没有傻到什么特别傻。因为以前就是可能真的，我就觉得我以前真的好年轻，自己也犯过错误，也做过错事啊，也那个啥，也说过错话。也办过错事什么的，真的想想以前，哎呀妈，好嘚儿啊，这么虎呢。你要搁现在的话，这不可能发生的。我也就是一个俗人，谁没有犯过错呢？可不嘛。就是有的时候说话，真的有的时候说话我也挺伤人的，但没办法，那个脾气你就不行，就控制不了。要现在的话还好，能控制住，现在以前控制不了。
东北话又出来了，哎呀，可能有点放飞自我的聊天了。行了，我们休息了，兄弟们啊。说好说说十点的，又给你们唠到十点半了，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可快了。嗯，对，作业还没，作业捋捋，要不然明天又不会了。谢谢我们的立窝歪哥。做业务呢啊，来半首，要不然我捋捋，叫啥了，我咋忘了呢？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是怪我们爱的那么深。
还行吧。欢迎我陈斌哥。这回休息了，陈斌哥，我这边我就要下直播了。嗯，这两天早一点下去，早一点休息。嗯，唱的可以啊，还行啊。你这首歌发个抖音。行，阿卡，你找一个好听的，好听的就别跑调的啥的啊，形象好一点的啊，去弄个抖音，完大家要看啊，完字幕做好。嗯，那我就休息了，拜拜了。也嗓子也有伤，到极限了，到极限了。嗯，好的，那辛苦我家阿卡了啊，来辛苦大家了，也感谢兄弟们的陪伴。他那个我就去休息去了。啊，陈丽根白玉糖是什么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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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代替你奶？我就休息呢，拜拜了，爱心哥拜拜。啊，师傅啊，哪个是榜一啊？本场榜一13000是师傅，师傅刚走。拜拜，我就叫菲尔，你一搜就能搜到。